地一級賽千四米女王銀禧紀念杯準備。好啦，一開閘嘅時候出得相當齊噶。前面快啲嘅馬咧，見到中外檔咧有隻綠色衫嘅共創未來埋邊啊，天狗啦，出邊金絲威唱啊，大外檔替做美麗內蘭美猴王啊，中間仲有呢個同一世界同埋勇敢小子啊。後啲嘅馬匹啦，尾三嘅位置就係好巴巴拍住粉紅衫咧，就有疑之上暫時墊後就係嗰隻新力勁嚟噶。啱啱過咗呢個一千米段處嘅時候啦，前面放頭嘅馬咧，見到外邊有金絲威將內蘭共創未來，梗係捉翻住先啦。再喺外邊開始殺咗埋嚟，就係無私嗰只替造美麗噶，中間紅帽仔白衫嗰只咧，咁大家都記得噶啦，就係天狗噶。內蘭第五位就係美猴王啊，再後邊嘅馬有勇敢小子啦，尾四位置同一世界，尾三內蘭粉紅衫咧就呢個友誼至上啊，尾二好巴巴，暫時墊後仍然都仲係嗰只新力勁嚟噶。好啦，轉緊彎嘅時候咧，前面金絲威將咧喺外邊啊佔先啲啦，共創未來梗係跟住佢第二位啦。再喺出邊咧，就有呢個替造美麗啊，埋邊嘅位置美猴王啊，中檔打衝鋒有紅帽嘅天狗噶，大外檔見到好巴巴上咗嚟喎，中間位置仲有同一世界最出啦，仲有新力勁啊，兜到嚟最後二百零米啦，前面偷出些少有替造美麗鬥緊天狗噶，外邊冚上嚟噶嘛，有同一世界大外檔嘅新力勁，兜到嚟最後百零米，無私二鬥拍寶啊，替造美麗鬥緊天狗，外邊上緊嚟仲。新力勁接近終點，都是替造美麗贏啊！第二名要影相添啊！新力勁同埋呢只就係天狗啊！第四名啊，好近啊！嗰幾隻馬有勇敢小子啊、美猴王啊，同埋好爸爸，幾隻馬近噶，要影相第四，結果都係呢只替造美麗順利贏馬。咁啊，始終真係原來評分係最高，跑平榜賽佢仲有四廿零分添啊！替造美麗喺無私跨下，外檔都照贏。第二名咧，新力勁添，第三天狗啊！哇，好嘢好嘢，冲咗一轮啦、啊、天狗追唔到就帝造美丽，跟住仲要俾人哋后发搞掂埋啲咩。162，睇咪第四名系同一世界啦。又系无私搭到你来。1623。都唔同你抢，因为你个步速比预期其实唔系咁慢添啊，所以替造美丽零。睇下长影片啦，喺最外档起步啊，呢只替造美丽，以佢嘅跑法嚟讲，其实就蚀底啲噶嘛。系啊，咁佢喺外边啊，咁都埋唔到嚟啊，最终佢都真系啊。埋唔到嚟噶，都其实逼咗喺三碟噶。咁啊，前面放咗出头，见到绿色衫就共创未来啦。另外黄衫嘅呢只金丝威将都即系拍住一齐放头。如果你而家睇咧，天狗嘅姿态系轻松啲啊啦。天狗你见到红帽仔啦，都扣得好实噶。反为就无私而喺嗰度望空咗，佢有少少松下松下走啊。咁啊，然后内栏见到美猴王啦，跟住嗰只就勇敢小子，再留后啲啊，见到同一世界啊，友谊至上喺。尾二位置好巴巴包尾嗰只新力劲啦，咁啊呢度都放得唔系真系好慢，都叫做有啲步速咁啦。呢场唔系嗰啲超慢千四嘅，即系一级赛啦，咁都好嘛。咁好啦，转正就天狗移咗出去，替做美丽嘅外侧，佢都。其实梅斯都好早有一样期啊，谂住梗系哇，如果爆落去爆炸，你应该天狗劲啲，但都系可能已经跑咗场千八米嘅。爆唔起，缩翻嚟千四爆唔起反而佢身力劲咗外大外档蚀位转弯爆得起，嗰只真系 super fit 啊 ！fit 系啊，真系 super fit 啊！几高打打到啊，同一世界都惊佢啊！大佬，哇！你喺我面前系咁打右手边，点样打到我？